诚信男子于本日圣诞夜的时候跟朋友到本辖某汽车旅馆去聚餐唱歌，然后唱歌期间与另外一个李姓友人因为发生口角冲突，然后进了两个人互殴，那诚信男子随即拿酒瓶砸伤李姓男子的头部，那李姓男子马上打电话跟朋友来做个求救，那随即李姓朋友的友人哦随即前来助阵，那陈男见状以后随即从包包里面持枪出来，然后对着他们前来助阵的车辆射击，那总共射击九枪。我可不可以讲一下，就是我们到场的时候啊，有带回哪些人？然后后来这些嫌犯啊，我们总共抓了几个人？用什么法来办？然后警方获报以后，立即到场，然后将现场的五名男子哦带回来做侦讯，并且立即扩大调阅监视器，然后锁定犯嫌。那在早上5:30左右，那通报线上警力，在我们大安路的路口能查到开枪的犯嫌，那我们立即做盘查。那陈姓男子也坦诚说，哦，那个是为他所开枪的。那并且在他的包包，那取获一把改造手枪。那陈男供称，因为期间跟林姓男子因为喝酒醉以后，那林姓男子因为对他不礼貌，然后产生口角冲突，进而互殴。